大家好，我是 Saber 伦伦。那今天呢，要来推荐给大家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实用的东西。因为像我的工作必须要还蛮长时间穿着高跟鞋久站，那身边的朋友的话，有一些是柜姐，或者是有一些一样是 show girl， 或者是活动主持人。那大家都要穿高跟鞋，可能站展啊、站活动就是一整天。那脱下鞋子之后，你回到家其实就会觉得，哦，小腿真的很胀，很不舒服，甚至有一些已经出现了那个叫什么静脉曲张嘛，就它腿上的那些青筋已经很明显了，你就看了就觉得好触目惊心哦。所以回到家之后，不但是按摩啊，我觉得一些日常你可以做到的非常好，我就可以说毫不费力的保养，就是大家都是可以做的。那么今天要推荐的呢，就是这个，噔，这个是褶泰螺旋飞塑袜，飞塑袜。听到这个名就知道它是要来帮助我们塑腿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它是由我们就是日本有一位美腿冠军叫做马纳米老师，就是他也强力推荐。那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创作演员张恩华，他也是有在推荐的。那他来的时候，他还会附你一本礼物书，里面呢除了就是跟你说一些什么要消除肿胀的方式啊，然后腿如何保养这些等等都有，都收录在里面。他书名就告诉你了，要拒绝炸筋腿，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我一些朋友青筋都已经出来了，就拒绝炸筋腿。那我们这个飞塑袜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减轻你脚的压力。那这个不是只有说哦睡觉的时候可以穿，回到家可以穿，因为它是长这个样子，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应该说很实穿的黑色袜子。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是柜姐啊，或者是你今天需要站一整天，但是你是可以穿袜子的话呢，其实你是可以直接穿着它的。那因为我自己实验过，就穿一整天其实不会有那种，就是有一些袜子穿久了它是会勒到，可是这个不会。而且呢它的设计就是不会掉下来，因为你可能像学生时期穿那种中长袜，对不对？它都会你走一走周期，它就会袜子会往下滑，但是它完全不会。那使用方法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把它套到腿上面就好了，直接把它套上去，就这样子。像一般穿袜子的方法，虽然这样你们可能有点看不太到，但是我可以穿好一只脚给你们看。那在套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紧，毕竟它是要帮你的腿舒压，所以如果太松的话，套上去就没有感觉了嘛。那我们就是直接把它套上去之后就是这样子，看得到我的脚吗？我真的是举起来瞬间觉得自己的腿一秒变瘦。那它是一种阶梯是那种向上慢慢施压，慢慢加压，慢慢的施压，所以呢你的腿会越来的越轻松。尤其像我今天刚好又工作完一整天，就站了整天高跟鞋之后，我相信我等一下就会得到舒压的感觉，这样我应该就不用花钱去按摩了，不然按摩一次真的好贵。那它里面有特别添加，就是它不是只是一般的塑腿袜，因为它很，我们刚才有讲到名字就是这个什么褶泰，对不对？褶泰螺旋飞塑袜。那因为大家可能会常常看到有一些人是脖子啊或者是脚上带着那种能量环，那大概就是几乎都是我们的褶泰能量环。添加了这个可以在身体形成一个微循环，那可以帮助啊你的循环可以更加的快速，更加的流畅。那另外添加这个元素呢，除了说这个飞塑袜可以让你就是减少压力啊，然后减低疲劳之外呢，它还可以抗菌，然后排汗，就是都是非常的顺畅的。那这个东西呢 Saber 真心的推荐给所有真的每一位需要久站的好姐妹们，推荐给你们，谢谢。